收看由太和音乐出品的 Thai Music。 那我们今天本期请到的第一期嘉宾，那就是超级豪华组合 MIC 男团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MIC。 好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这第一期特别好。第一期，那我们第一步叫才艺展示。才艺这么快，就这么快吗？一定要就一下就进入主题吗？一定要进入主题，热起来啊！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词汇、音效，比如说看我动作啊。这样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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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想了，你想偏了。那定义词就是鲜肉，鲜肉永远不皱。我们这个鲜肉放在外面时间长了，氧化了。那我们这样的有点像吗？对，我们就是腊肉团，对不对？腊肉，鲜肉、腊肉都是肉嘛。不说的话，也是肉肉团吧。肉好了，我们还是鲜肉团。那我们知道鲜肉团肯定有最新。有新动作来跟大家见面，就是我们的新的团歌 MIC 的 Only One 来带给大家。我们演绎着那首爱不完，好像就这样一直到永远。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， 脑海全是对你的想念，小妹咬过一口的甜甜圈。我们刚刚看完了这支 MV， 说实话我觉得我特别陶醉其中，大妈们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。那我们说到这儿，说到微博，那我们就不得不说通过一些问答。好，我们是通过微博上面摘取大妈们的一些问题提问。嗯，好，那下面大家请听第一题。 OK， 提问：现在健身热，大家推举一下里面谁健身最努力。应该是我了，因为他脸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大家通过这个一圈看下来以后，这个脸最小，所以他其实有些时候是不用控制自己的身材的，所以呢基本上每天都在吃。没有，你们不懂，因为健身是需要很多的那个食材去填充的，比如蛋白啊，七分靠吃。那我觉得开玩笑开玩笑，健身最努力的人是队长。对，是队长，他确实是哪里啊？头啊，他哪个部位队长？声带来示范一下怎么健身。来是吧？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就通过一个节目一个问题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队友跟你的那个默契度。即使没有这个默契度，他这个怎么说呢？拆台的这个功力也是蛮强的哈。开个小玩笑吧。那我们下面就开始为大家送上奖品。然后呢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MIC 男团时隔多长时间才发的这首全新团歌 Only One。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太和音乐的微博微信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加上话题 MIC 鲜肉团，加上你的答案发送到这里，即可获得由卡帕提供给你的精彩大礼包。精彩大礼包，耶。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全新团歌，那我们就看看本期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新歌推荐。大家请看。言语就像匕首，却是情的凶手，到底怎么可以让你更爱我，才足够当初不错过。谎言是否更不同，安抚说会伤我，夏蝉冬雪不过轮回一瞥，舞蹈秀题。那么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太和音乐微博微信，加上你想提出的各种奇葩问题，我们每期嘉宾不同，那么我们都可以分别获赠我们由卡帕提供的时尚大礼包。那希望大家多多参与，多多关注 Thai Music。 那我们第一期特别感谢 MIC 的到来，帮我们打响了第一炮，谢谢你们。谢谢